今姊妹大家平安，又再次见面了。这个上次讲耶稣基督的人性，今日呢这个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神性，就是讲耶稣基督其实上帝，所以天主其实上帝的性格。所以这个要问我，耶稣其实用办公的这个什么是用办公呢？这个看好在圣经里面有假期的记载，主耶稣基原本神应基就是上帝。比方来讲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，各位主耶稣基讲，我呀甲父言为真，你不能耶稣基把其时间啊甲上帝这位天父看为系同等的，系为真的吼，就会联合的意思。同等是什么意思？就会说呢，基啊和天父是一样的，没分别的，没分别，没说天父那个基那个大。错。老的耶稣在了解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，基督说，基督说，这个要尊敬来自，就会耶稣的意思，好像尊敬天父一样。如果这个没尊敬耶稣这位来自呢，就会等于这个无尊敬差耶稣来的天父。你们这个看见吼，主耶稣其爱人呐，尊崇其看待其，就好像看待天上的阿爸父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尊重，这个体会是一样的。这个人们尊崇上帝，这个在人们来尊崇耶稣的意思。就像一个国家的太师啊，其代表的国家差多撇一地方去啊，安样撇？哎，国家面就要尊崇佢，尊崇佢，就系尊崇这个国家。错。老外呢，就会当家书记，哎，进入天堂的时候，佢就甲这个门徒讲，佢讲，我就系透露真理生命，如果冇接触我，就冇人能够到天父嘅位置。耶稣佢亲佢就系透露。就会去到天堂的那条路，为了接触基督，能够去到天父的位。其他讲其就会真理，就会呢，为了迄基迄真实的哦，其就会一切嘅真理嘅源头。还有呢，其就会生命，其迄基本人生命嘅上帝。所以无论迄真理、生命、道路，就会属于上帝。当耶稣佢先亲，其就会。透露真理生命就会证明其就会上帝。按这撇哈，因为世界上这个无看到任何一只宗教的领袖啊，其实按样讲，一唔敢按样讲，唔系啊，其等参谋按样讲。师母头先一间谈到的就会假设其自己因为来承认其系上帝，你一间来看哈，听耶稣嘅人啊，已经家人听耶稣，其实人们对于耶稣的认识啦。这个看听耶稣的人很多，有十二十的门徒，但是也有七十的门徒，还有五百的人，还有几千人。但是这班人啊，无论是劝耶稣，或者是基督离耶稣恩赞，但是基督听耶稣讲台人啊，基督都是认耶稣。比方讲，甲耶稣最亲的就是彼得，佢系二十七长七度的人啊。耶稣每下问问题啊，佢就直接诶，最直回答嘅。当耶稣问你到因为啊，我系乜嘢？其他门徒就讲诶，哦，有人讲你系先知，啊，也有人讲你系将爱来嘅以利亚。但系二十彼得。佢按见天，按要信息咁样讲，你系基督，系人生上帝嘅孩子。哇！佢呢句话讲出来，耶稣就亲身见。但系耶稣都亲身见喎。你相信冇？你按讲信任人，诶，真相信咯，而冇会偏爱哦。彼得讲耶稣系上帝嘅孩子，到底乜嘢事呢？上帝嘅孩子。又按开问题哈。上帝的来自就是说从上帝来的，
上帝来自就是由上帝的样式，由上帝的性格，由上帝的本质，就是讲上帝是上帝，其就是上帝。就像啊，人的来自就是人，上帝的来自就是上帝，要跟上帝同等的，跟上帝同等的地位和本质，本质是一样的，本质是一样。所以这个张晓讲耶稣是有神性，还有就是有一下我门徒啊，跟耶稣在上空，他就要过两加利利湖啊，但是加利利湖突然间就有太风浪，门徒都很惊的，很惊，因为现在没前世的，他就是五夫哦，做五个人，但是他就一滴下，这样的情况下是很危险，当耶稣起来啊。耶稣平息了风甲浪，结果门徒拢中跪拜佢，讲你真实系上帝的来子。佢就看到耶稣唔同嘅地方，连风甲浪都听从佢嘅吩咐，听从佢嘅吩咐。为了上帝嗬，真要话人能力来吩咐，也是嘅嘅太子人都可以。顺服诶，错哈，然后就让佢哋上到啊，过去佢哋二世嘅人出埃及，过分去，所以佢哋就啲咧，做咁样嘅神社，天作唔起人，天作系上帝，因为要咁样嘅太难嘅控制咧，就系上帝，就系至超万物嘅主宰，真要人嚟做呢个事情。系，咁你就数计上时间，佢哋就强下。咁用言嘅方式，咁佢哋都強下，所以佢哋就講：你真實係真善嘅例子。嚇，所以佢看到咧，嗬，看到耶穌嘅善性。還有就係有一集按懷疑耶穌嘅門徒，咁啊多埋，多埋嚇，有集多埋嗬，佢推掉切噶，做咩切噶？上上一懷疑上帝啊！係看到真相先嚟冇看到都唔相信，嚇！撇完玉品講都好，即刻就係講唔會相信，嚇！當耶穌顯現啦，就復活過後顯現，佢唔相信喎，佢講嗌命都叫上後，結果真實耶穌翻顯現半佢命嘅上後，佢真相信，佢真相信，佢看到咧，佢相信咧，你啲佢講咪冇，佢講你係哪一組？你是哪一世？就是他该生时啊，他不得不承认耶稣就是他主，耶稣就是神。也是很重要哈，多嘛是从一则怀疑变成一则，能够跪在耶稣面前宣告耶稣就是上帝。也是因为他二度里会复活的主，他就低头的直接就是上帝。有生命的主，能够真心希望，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上帝。错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相信耶稣的人啊，像多马一样，像彼得一样，像其他门徒一样啊，其实哈，这个听耶稣多少年了哈，都有一天上帝这个爱记得记得，也爱常常祈求，就是爱念叨耶稣，真实。用信心来相信佢，来承认佢，咁样即个真系真实嘅门徒。头先即个讲咧，耶稣佢承认啊，佢系上帝，上帝，还有就系门徒承认佢系上帝嘅位置，佢系上帝。你睇即个阿门徒唔相信耶稣嘅原因，边个？耶稣嘅受贴啊，就系讲拒绝耶稣。唔可以接受佢，甚至单佢十字架人，佢都样问过。你系暗中有个问题，因为如果系单单耶稣，或者佢嘅门徒先认佢系上帝，你系一般片面咧，先认得住。一般得住。一般得住。如果系唔相信佢嘅人，佢嘅小贴先认啊，嚟就系谂佢亦系非常重要嘅。真知来证明耶稣是上帝，系受贴承认来知道就证明咧。系，经常讲系魔鬼撒旦，
因为佢喺水面拍一只诶，一家啲耶稣在世界上嘅时候呐，双双呐，将那个魔鬼撒旦呐、邪灵呐，从人嘅身上赶出去，就好像有一次，当耶稣佢爱将那个魔鬼啊，从一只人嘅身上赶出去嘅时候呐，那个魔鬼就在耶稣嘅面前大声嘅喊，佢讲啊，赐过咗上帝嘅旨意，佢讲。爱家你就买相干啦，哈、啊！然后佢讲啊，爱制作上帝嘅盼望哦，求你莫使爱羞苦。安啲片嗬，你就魔鬼佢念得出，耶稣基督嘅名义，系知个上帝嘅例子。如果魔鬼都念念识善念，梗系讲出紧言。因为魔鬼其实啊，系必然更加了解上帝嘅，啊，因为。上帝开始创造一切的时候，那个天使已经先创造，并且跟上帝作一下。那个魔鬼就会天使因为佢反对上帝，佢得罪上帝呢，原本上帝赶出去呢，就成为了上帝的小铁魔鬼。所以佢尽管比自己更加认识认为上帝。所以自己看见吼，魔鬼佢用佢头来显现，就是就会知个上帝的例子。佢遇到上帝嘅時候咧，佢都驚怕，驚怕啦，很驚怕。佢係可以求上帝唔可以喊佢受苦，因為佢啲啊上帝來就會審判佢啊。雖然離下魔鬼很久，但係上帝已經指定了一啲時間，就末世耶穌再來時候就會將魔鬼攞走消滅，啊審判到底。好，即刻從了除了從魔鬼嘅口中。自己一从冷开热杯，就系罗马兵丁的白服装啊，佢啊就系负责把耶稣当十字架嘅，佢甲计生时所要来看守耶稣本人当十字架嘅时候呐，突然间佢看到咁样要安泰嘅披肩啊，披肩嘅时候，隆重人都惊到半死，而家罗马嘅白服装佢就讲嗌。看见其真实就是上帝的代志，很奇妙哈！一位把耶稣当十字架上的人，最后佢亲口的讲耶稣就是上帝的代志，就是讲其真实承认其的上帝。错，佢承认耶稣虽然系本人所出卖，本人逼迫，但系其实佢就是上帝的代志。啊！西摩自家就算已经从门耶稣的口中，从门徒的口中，即系从耶稣的小帖中，哈，已经探到了关于佢点样变嚟承认耶稣就系上帝。当然唔系单单人咧承认得知喎。自家一看见耶稣在世界上做了很多嘅神迹，啊，就会证明佢系上帝。西摩可以讲一下，比方老公，神迹本身，是即个讲超自然啊，就是唔系人晓做得到嘅，系神迹吓违反你啊太自然嘅律，所以神迹就系讲一个特别嘅改变，你啊改变系唔像平常人晓做出来嘅，但系其实。反对你的太自然的人，比方说风格浪太风就是太浪，你是很自然的，是吗？但是耶稣要喊风停止，所以叫浪就没了，所以这个说他是控制你的太自然的上帝。还有比方说某些东西会变有，其实你係人做唔到嘅，唔可能咧。人嗬做魔術啊，就係有嘅東西變成有，或者佢就係用特別嘅小湯啊，嗬啊，嚇人看唔到，佢就悄悄變出嚟一樣。嚇，但係耶穌佢又是魔，是魔嘅變成照嘅，照嘅，嚇。所以咧，啊特別嚇啊，比方講嚇呢個魚啊，嚇。出去海度啊，啊，人看唔到嘛，系冇？但系耶稣讲啊，你爱浇水喎，去捉一条鱼，捉上来你开嘅口，
比杜就有钱呢。啊，本店对这个来讲很奇怪了哈。但是也是这样，因为安多五啊，做咩该跳五级作多，就系榴莲类。啊，又薄薄，又磨嘞，又磨嘞，又夹夹嘿，胶质万的啊，水啊，树木啊，树木，所以你系超气人嘞，哈，很有买毛。那我呢，就会比方来讲，假设自己有能力来编辑啦，嗯，啊，比方来讲在。日日之在艰难嘅位置等，真在几行人嘅真实哦，按照几等嘅生死嘅方式，嗯，几等有时候可以艰难嘅时间嘛，几等嘅真实哦，分离哈，啊分离，嗯，诶，然后几等就强实咯，然后就会实照啊，哦，嗯，等等，但系呢，日实到日班嘅时候，几等嘅照就照咧，嗯，啊照日照嘅时候是一个主人啊，就会按小理，哦，佢唔能够招夫人。在三十日数就在其间当中哈，所以呢，经过日数嘅阿妹嘅吩咐之后，嗯，啊，你一个负责嘅人来到日数面前，日数就喊其间把一个缸里面嘅水啊，啊，那缸嘅水本来是可能系每人四脚嘅水哈，嗯，就算佢捡落来，然后呢就带出去抢人食，嗯，当佢带出去分人食嘅时候呢，已经。变成了酒，嗯，哇！佢等食咗时候就感觉到哇，多咪咪暗河嘅酒里，反正出作嚟抢自家食，嗯嗯，自家看见你俾只书记能够试了嘅水变质变成酒，嗯啊，还有只书嗬，佢后啊将少少嘅东西变成多多，嗯啊，将有十四年啊，带点五十四饼两条四五。佢聽到耶穌送山，聽耶穌講託，隆重人都妒忌咧。哎，多陣佢就會鄉村要恩人喎，要恩家咧。所以耶穌就喊門徒啊，你都要管，佢都要識。但係門徒冇恩多錢啊，唔可能咧，唔可能嚇。但係有一隻門徒嗬，佢就前到一隻生意，呢隻生意帶定些些病甲唔啊，帶到耶穌面前。啊！你十四年安好哦，佢爱将啲食物啊，啊嚟甲耶稣分享，相机嘿条条爱甲耶稣分享得住，系冇？啊，但系佢冇想到哦，啊耶稣多个祝福过后，就分太家食喎，一扎两扎十扎二十扎一百扎两百扎一千扎两千扎，安样派定去啊？结果隆重人食啦，啊耶稣。是稍稍的食物变成很多，结果佢都消失嘅年岁啊，存咧，啊，要失意林啊，佢都林咩些些喎，系太太林吓，所以耶稣佢喺上帝佢真有稍稍嘅东西变成多多嘅东西，错，自己看见耶稣佢有能力嚟控制或者吩咐呢个太子人。其一能够使少的变成多的，水变成酒。嗯，很有就会食水，就有能力来支持各样的疾病。嗯，甚至死血的人复发，其一能够喊佢复发。嗯，死一惊一，其一能够复发过来。诶，就像拉萨路哦，啊，因为拉萨路佢死的时节啦，要年来降大暑摊，继续年来再热热咧。嗯，过后。耶稣很吹，耶稣地方吃呀，要天热咧，要过后耶稣真去到拉萨路的地方，过嚟四日咧。啊，人家讲哈，三日佢翻身啊，或者佢喺昏迷，哦，但系四日啊翻身，对佢对犹太人来讲系唔可能嘅事情。可能佢嘅尸体都被烧咧，腐烂咧，腐烂咧。但系耶稣有能力。一下去到了坟墓的门口啊，喊拉萨路出来，拉萨路就喊出来了，喊出来喎，唔轻言，带佢出来，讲佢出来喎，所以你啊就系翻身，或者系复发的能力，所以耶稣讲，危就系复发，危就系生命，因为佢系神。还有一点就是耶稣除了他躺到安多的神迹，他有能力来
赦免人的罪。当人来到佢面前的时候，佢有能力来赦免佢哋，使佢哋能够免去佢哋过去一切的过犯。当然，耶稣唔系单单用口讲出来，佢系证明出来，即系佢嘅实质嗬，或者佢能够使佢哋贪腐嘅人啊，能够放起来，啊，证明佢系有能力，唔系单单自欺就系赦免佢嘅过犯。这个地位要上帝真要权柄来赦免人的罪，因为系上帝系无罪嘅。如果这个人要罪，这个都唔能够赦免别人的罪，这个罪这个都唔能够赦免，更何况系别人的罪，系嘛？还有这个人嗬，隔年讲对唔住啊，别人原谅这个，这个上下也唔要原谅这个，啊，别人用办包容这个，接纳这个，这个上下也。很淡定，自己追求感，廿岁三年唔相同，一下即个时间基本即个平安，就系真实的作释放嘅，自己就唔需要承担自己过犯，自己就可以处于上帝面前的刑罚，你就会耶稣所带俾自己真实的平安。所以我自己已经学习了关于耶稣以及上帝。一个真理啊，人们对自己有爱之心啊，是我认为样。我认为啊，因为未教耶稣，佢清清楚楚宣告，还有佢自己行出来，担当自己一切各方各罪的刑罚，担出十字架吼。所以我知道吼，佢所讲的系真嘅。佢讲，佢一做，佢做出来就表明佢所讲嘅系真实。按到嗬，佢就宗教领袖啊，讲到安和谈，但系佢就所做嘅系唔符合嘅，系唔相同嘅。所以即个看建约文讲，即个一位看建约文做。所以对我嚟讲嗬，耶稣佢一生就证明咧，佢系真实嘅。上帝是上帝派来的例子，所以佢增多咗啲天堂，佢天堂来，佢多咗天堂。其他宗教嘅领袖啊，佢就系面咯，佢就做埋葬嚟，啊，即个面容冇分别，但系耶稣唔相同，很要哦。我相信耶稣过后，我真实经历耶稣所讲嘅一切。嘅成事迹啊，常常会发生嘅喎，吓，即个很难解释咧，但系即个经历，啊，所以即个啲记就系上帝，即个相信耶稣嘅真正嘅法则，虽然即个你系看唔到嘅，但系即个啲记真正嘅法则即个当中，耶稣在人们过去三年人嘅罪，今日即个信靠嘅即个罪家真实同佢三年。尤其是他为自己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自己一切的过犯，拯救自己。其实法的主就正如师母讲的，所以他有能力来帮助自己，自己有什么问题，自己来到他面前来向他祷告祈求，他有能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还有就是他就是一位全能的上帝，他有能力来保护自己，属于他的人。保护自己脱离一切的邪灵啊、魔鬼啊，一切的作祟。只要自己有耶稣，自己心中魔鬼都唔敢来搞着自己，来接触自己。自己在耶稣里面是安全的，因为耶稣保护佢系最大嘅，佢系全能，佢系保护看顾自己属于佢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撇言用笨讲耶稣都好。你看最重要就是你用办看耶稣，耶稣对你来讲是问你，你相信他是上帝吗？这个今天就到了。天父，我们今天再次学习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我们认识耶稣就是天父差派的女子来到我们当中，为了去拯救我们，也为着爱带领我们走向人生的道路，并且爱尽量的归附上帝的面前。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有了一位
前人的主，永远的发出的主，来等人生将有盼望，将有依靠，也就永远的人生的盼望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真实的来认识、来相信、来跟随耶稣到底。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Air jernih mengalirlah bagai musik hidung indah. Haleluya, haleluya. Kaulah sumber nerang bakar yang memberikan kehangatan.